何嘉林，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副主任，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客座教授，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杭州画院副院长，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教授。现在还要画一个小景画一个小景。因为它这个亭子出现了，我这个画面的这个变化构图就要调整要调整，这样能撑得住能撑得住
现在我们开始用淡墨把一些地方还是需要过一过。因为上颜色，大家千万要记住，颜色之前一定要有一层淡墨这样那个颜色上去以后，它有厚度，它不至于很单调不至于很单调。在你看，在染的时候，都要见笔都要见笔，不是平染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让它能尽量混蒙起来尽量混蒙起来。你看它这种笔墨关系这是淡墨跟原来的这个这个稍微浓一点的墨它这种交替的，它就变化的不死板不死板。如果我们说直接在它那个上面去染，那么就变化不够了像这些地方整个一块淡墨过去。所以画画一定要有激情你自己脑子里面始终要有这根弦我想说话是吧，我想让它有意思。像这块石头，这块暗一点是吧，这块亮留白是吧，你像这些小竹子，我淡墨先过一下是吧，淡墨先过一下。让它有分出个层次出来，是吧？你看看它很简单看看很简单，其实它里头有很多的晶莹很多的晶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理念一定要放到行动上去。我们光知道不行，我们必须画的时候要把这种达到这种要求使我们的这个画面里面能够出这样的一种艺术的要求一看就知道你是在经营不是说简简单单为了说我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吧。介乎于清水不要平染，平染这个石头就灰了，介乎于清水，在原来的这个上面是吧，这样它就显得厚你看现在大家就能够慢慢的感觉到这样画慢慢就厚起来了。用淡淡的赭石要把一些地方浮勾一下。
其实大家已经可以想象这张画是什么味道了，是吧？已经可以感受到啊，这张画它的颜色的感觉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画画按程序走啊，基本上不会跑掉啊，就理解。为什么要复勾呢？它可以产生一种力量啊，可以产生一种力量啊，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会啊感觉精神不够，胆子大一点啊。我们因为不是在画工笔画，虽然在实色啊，这也是一个啊一个技术环节。因为你颜色一染，它又揉进去了，但是呢，它多一个层次出来啊。多一个层次出来，所以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啊，一个掌握技术的一个办法啊。啊，一定要随意啊，画这个一定要随意。我们可以想象黄宾虹啊，当年画房子的时候，他经常会复勾。它会让它丰富。以前我们看黄宾虹画说，哎，看不懂它为什么要勾，而且它的那个线条又跑到画面外面来了，画得不认真。早期啊，这样理解啊，觉得黄宾虹画得太草率，啊，慢慢大起来啊，理解了啊，原来是高手啊。所以说我们啊，大家要清楚。其实浮勾在四王的画面里面特别多啊，其实黄宾虹受了四王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呢他没有泥骨啊，所以他在画的时候啊，他一定啊自己是有心里有底的啊，我知道什么地方要学，什么地方我要摒弃掉啊，这点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远山啊，就不用这个复勾啊。远山呢，要用啊冷的啊，我们称为花青来复勾啊。这是一种技巧，因为远山比较远，如果你拿这个去勾，它会跳出来。我们在黄公望的这个福春山居的最左端，我们可以看到黄公望的一根线条一直拉下，拉得非常长啊，很粗的一根圆厚的线条。那我们要懂得走线条啊，懂得走线条。嗯，这种线条交替的用也挺好。在画这些啊波案的时候啊，一定要跟水啊要联系起来。好，我们现在开始上颜色哈。这个颜色赭石颜色里头可以适当的啊放点淡墨，这样使这个颜色沉着啊。在古人的这个绘画里头呢，他有的时候需要放点藤黄啊，让它有点赭黄的颜色，容易显出一种古意啊，显出一种古意，都是根据画面的需要啊。
我们在画这种树染树的时候，连这些小枝啊都要把它画上啊，这个也是要有耐心啊，每一笔啊都要尽量的把它啊画进去，画进去它会显得特别的厚啊，厚润。如果我们临过这个啊王猛的这个沮渠林屋，我们就会发现啊，它连这种小枝它都是染啊，就会非常丰富啊，是画面。然后把它里面该有颜色要上的地方给它都上足它，适当的啊树干偏暖一点啊，着实的颜色啊偏暖一点，红一点。所以即便是画赭石啊也要有所区别啊，树干部分啊有的时候偏暖一点，这个是一个为了让这个树能够活啊，这是在古法里头啊比较常见的啊比较常见的地方。当然我们讲就是古意山水啊，古在哪一个年代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往唐宋时期追啊，那它那种古意山水它纯勾勒的啊，纯勾勒的，然后呢用颜色呢用那种啊石色用的比较多啊。到了明清以后呢，它多半的都是用浅绛啊小青绿啊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说还是不一样。而且呢明清以后绘画它的笔墨性更强一些，它的那种随机性啊笔墨的随机性更强一些，所以画的时候它那种啊趣味的东西相对多啊。宋代的时候呢就比较严谨啊，有时候画的时候很长时间，周期也长，适当的加一点竹标的颜色，适当的加点竹标颜色，点这个叶子，它可以提升醒目啊。然后呢，这个草亭顶端啊，可以略微带点赭黄。赭石的里头啊带点赭黄颜色，它的这种啊感觉是不一样。前面的这个坡啊，赭石的这个坡上颜色的时候，各种颜色可以啊混着用啊，混着用。后面这个坡啊可以适当的颜色啊加点绿调子，适当的加点绿调子，以显示它的一些变化啊。然后叶子啊，用一种墨青花青加点淡墨啊，揉进去一些墨青的一些方法啊，把它画进去，它会显得比较沉稳啊。直接上花青太火气啊，太火气。
所以这样画出来，它这个画面很安静啊，有点古意啊，有点古意。当然，这种古意明清的啊，不是这个唐宋时期的古意。像这个颜色啊，可以把它多用一点，把它原来的这种啊七错八落的，把它统一在一个整体里头，它也好看，是吧？它也好看。像这个前面这部分啊，基本上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设色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以此类推啊，远景部分啊，我们也开始把它折实啊，给它做一个基调。用赭石部分呢，我们可以在它的根部也可以根据结构整块的去画像这样的，看看很简单，但是呢画这些东西还是要有整体的考量要有整体的考量。这些竖的部分你稍微亮一点的赭石提一下。看前面的这些赭石的勾线，在这个时候它就显得丰富，又多了一个层次所以说大家在画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进去要理解进去。该上赭石的地方一定要把它大概是一个类似于像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感觉上。房顶染一层花青，因为前面有墨底了，所以这个花青上去很沉着很沉着它非常稳非常稳。然后这种树前面因为染了一层淡墨了，所以说你看这个
华清上去以后，他很沉稳啊，一点都不浮啊，不浮在面上。所以一定要有耐心，你看就包括这种小点小叶子我都要染过啊，起先用淡墨过过一遍，然后这一会儿甚至你看像它这没有叶子，本来光是树，我用啊这个花青画些叶子，这个是在我们古法里头经常看到的啊，它有一些啊用花青哎勾一些叶子，用颜色直接勾又让它丰富起来啊，这个在我们过去这个明清的啊，这个小品里面特别能看见，是吧？是为了让它丰富啊。为了让它能丰富，是吧？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啊有意思的。画了差不多，然后再对着啊原先前面的这些叶子，再上一层。淡淡的啊，花青，这个时候就不是墨青了，啊，让它感觉啊，有一种韵味儿啊。这个非常微妙，前面是墨青，墨青上过以后呢，它发黑，不够活泼色调。你看，这一上去以后，它这个颜色。就显得既厚重啊又清丽啊，这个是在我们的古法里头啊经常能看到的，所以希望我们在啊画的过程当中要理解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能使我们这个画面里面啊多出许多味道出来啊，多出许多味道出来。再在原来这个上面再把这个颜色再绿颜色啊再过一遍，让它这个更加的有厚度。呼应一下揉进去。这个是随机的啊，没有一定定数啊，大家画的时候一定要理解啊，一定要理解。这时的里头啊有些地方还是要把它再染足啊，要把它染足了。所以颜色的运用啊，一定要入味啊，要入味。如果味道出不来，这颜色就很不好看了。一定要入味啊，像这样山根的地方啊，这时都要啊把它染一下啊，让它能够显得有活气啊，有活气。啊，这是山根的地方。其实这个时候画画是很快乐的了啊，比起先画要显得享受一点，因为颜色啊在慢慢的变化之中啊，慢慢的变化之中啊，颜色慢慢的在变化之中啊，但是味道是慢慢的好起来了。
大家看哈，这个颜色。所以把它过掉啊，酝酿在这个雾气之中啊。然后呢，这个山根的部分赭石对应出啊。而这个石头留的不好看是吧，咱来一块轻的，看节奏的变化，我们想起啊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里头的跟它对应啊，但是呢轻的呢下面绿的过下去啊，再绿一点啊，过下去过下去啊，是画面啊有变化啊，不至于平。然后啊我们看再在这个地方啊原来的花青再让它丰富一些啊，可以揉进去，这个时候它这个画面因为纸湿的，所以说它可以啊对旁边匀开去，也有它的啊特殊的韵味啊，就不死。就是我们在画古意山水的时候啊，大家记着，古意山水不等于是画一个死板的一个画是吧，它有它的那种鲜活劲儿啊，这种鲜活劲儿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啊，你如果这个鲜活劲儿出不来，画面就显得啊很糟糕。哎，画青再上一遍，让它啊能够有精神是吧，能够有精神。这个竹子啊再绿的再染一遍，你别看看不出来啊，它裱起来可不是这样的，裱起来它可是有厚度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画这类东西时候一定要啊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啊，一定要有耐心啊。然后呢啊关键的时候啊，这个坡度啊可以提一下，使这个画面啊有变化。
在画远山啊，远山这个要用啊很淡的墨青啊，画的时候先在远处边缘的不重要的地方先看一下啊，这个墨青的颜色怎么样啊，不够蓝再来一点是吧。一般像在这种啊比较低洼的地方，山峰可以画的低一点，尖一点。微妙啊，也凸显它的微妙啊，这些地方呢可以画的啊整一点。整一点，集中在这里啊，可以画一些。当然可能最后还需要胎点，但是胎点的话呢，就是大家记住啊，胎点用墨青啊，不要直接拿墨去点，拿墨去点的话画面的那种感觉啊可能会有问题。用胎点最好是等它干啊，比如说我在这可以点一下看看哈。用颜色点啊，点到画面里面去。它既不跳，揉在里面，它又多了一个层次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画这些古意山水的时候啊，是真是要啊领会古人的啊这样的一种笔法和它的那种寓意啊。如果它的这种笔法和寓意我们学到手的话，那么你随便怎么变形制啊，它的。都有那样的一种很静的一种经典的感觉啊，你怎么画它都怎么有啊，它不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好像就是不舒服啊，或者一看就很浮躁很火气的那种感觉哈、啊、所以它相对来讲啊，现在这个就点不上，要等干了，那就啊咱们就不一定点啊，这个时候呢啊有一些啊水波纹的地方可以适当的带一下啊，带一下，然后啊，一块赭岩色的小碎石啊。今天这个啊，我们基本上画到这里。这一节的这个古意设色小品啊，我的这个示范就到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啊可以试着
啊，用不同的这个方法去画一下我们这个设色啊，这个山水画设色有的时候是能给我们的作品锦上添花啊，使我们更加有一种啊对山水的这样的一种喜爱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啊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学习方式。好，谢谢大家。